好痒哦，我天哪，就不要可能可以举起来，但我没有办法实力。他没有办法实力，对，那些是拉伤了。要放松肌肉，但是我们用强烈的刺激反而是让肌肉更紧啊，这样怎么放松、啊？这其实是一个很吊诡的问题啊。所以我们这边用的说法就是会比较轻柔一点，是会比较先求不受伤啦，不要瞧一瞧就受伤。对啊。Thank you.
侧中塞啊。对啊，这侧倒是没有。我看一下，拉一下床。你是怎样？太阳了。大概是多崩。哇！超阳。天哪，真的是。救命啊！好，来来，我先帮你放松。平常完全没有放松的习惯。还有这个，对，不要，不要，对，这个就是啊，太痒了，好痒哦，我天哪，对，这个就是，就不要。